啊，不是你看到的。那个谁，没事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啊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刚刚说那个什么，我不知道他说谁啊，什么谁是谁啊？不说，都叫你等我回来，让他去。啊，什么？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都不知道谁牵你手，你就给我使劲抚摸的，你是不是没有哪个小姑娘知道？你这个海王真的是……哎，你别不跟我讲，你站住！我会慢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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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上弦的铃声，我会慢慢的你把外界的便利店解决了？对啊。你没兴趣一起生活？我最近想跟你一起。大剧场的时候，我们三个同学都已经准备好他的手机了。有自己生病的自己要去医院，知道吗？我没有时间天天过来看你，自己生病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。我也过来天天看你，我现在比较忙，如果我也不来看你，谁来看你啊？但你不要误会啊，我现在就完全以为 是朋友的，因为我们俩是比较认识很久了嘛，所以才会过来看看你。自己要记住了。好。你还这个还拍呀？睡觉了，睡觉了。好了，不要玩手机了，早点睡觉，乖。我先走了啊。嗯，有事打电话给我。海哥，你知道冬天怎么取暖吗？我最近要打一个。不对，是取春香。Yeah.